大家好，我是 Amanda， 我们来看12月10号星期五的星座运势。运势最好的星座，恭喜天秤座的朋友们。生活当中有一些小小的问题，但是能够得到朋友有力的帮助。双子座的朋友们在职场上面的表现能够让我们掌握大权。牡羊座的朋友最近在投资方面能够有所斩获。需要留意的星座提醒天蝎座的朋友，跟家人之间的互动可能有点冷淡，要找到这个加温的方法。双鱼座的朋友最近出门在外的时候呢，要多加留意交通方面的问题。各星座的幸运数字及颜色，火象星座的数字是7，颜色是紫色；土象星座的数字是6，颜色是咖啡色；风象星座的数字是3，颜色是绿色；水象星座的数字是9，颜色是红色。